乔·吉拉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销售员，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演讲大师，曾为众多世界500强企业精英传授他的宝贵经验。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人们被他的演讲所感动，被他的事迹所激励。他的一生为了坚信自己的价值而不懈奋斗，做过40多种工作，破产面临巨额负债也没有灰心，做销售努力改掉自己的口吃，对待顾客坚持诚信，恪守公平原则，不墨守成规，不断创新自己的方法，超越自我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奇迹。连续12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评为世界零售第一，连续12年平均每天销售6辆车，至今无人能破，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誉为世界最伟大的销售员。迄今唯一荣登汽车名人堂的销售员乔·吉拉德创造了5项吉尼斯世界汽车零售纪录：1、平均每天销售6辆车；2、最多一天销售18辆车；3、一个月最多销售174辆车；4、一年最多销售1420辆车；5、在15年的销售生涯中，总共销售了13001辆车。销售是需要智慧和策略的事业，在每位推销员的背后，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功诀窍。那么，乔的推销业绩如此辉煌，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以下就是支撑乔·吉拉德创造5项吉尼斯世界汽车零售纪录，并最终成为世界销售冠军的成功信念：1、我是第一名；2、我是最棒的；3、我相信我能做到；4、一切奇迹要靠自己创造；5、走出去，让大家认识我；6、我每天都在发出爱的资讯；7、我珍惜我生命中的每一天；8、我不会把时间白白送给别人；9、我的成功来源于我的好习惯；10、一切由我决定，一切由我控制；11、总有人要为我今天的起床付出代价；12、在我的生活中从没有不这个字；13、我就是一个推销员，我热爱我的工作；14、我笑着面对他，我的钱在他的口袋里；15、我会向着目标把所有发动机全部启动；16、从今天起直到我生命最后一刻，用心笑吧；17、我一定会卷土重来，笑到最后才算笑得最好；18、恐惧的人心将受苦，因为恐惧使他痛苦；19、推销的要点不是推销产品，而是推销我自己；20、我一定会让你买我的产品，因为我一直在行动；21、我的每分每秒都有旺盛的斗志，扫除推销中的任何障碍；22、就算你是一个挖地下道的，如果你喜欢，关别人什么事；23、当我笑时，整个世界都在笑，一脸苦相，没有人愿意理睬你；24、要勇于尝试之后，我会发现我所能够做到的，连自己都惊奇；25、与有信心的人为伍，将那些无痛呻吟、怨天尤人的人逐出你的生活；26、如果看到一个优秀的人，就要挖掘他的优秀特质，移植到你的身上；27、只要与我有过接触，我都会让他们知道，我记得他们，我在关心着他们；28、从今天起，大家不要再躲藏了，应该让别人知道我，知道我所做的事情；29、我一定会让你买我的产品，因为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是我花费，我不会让你走的；30、每个人的生活都有问题，但我认为问题是上帝给我的礼物，每次出现问题，把它解决后，我就会变得比以前更强大。